子龙，我方才所言你考虑清楚了吗？这，我虽有意愿，但得和兄弟们商量清楚，再做定夺。你想得周到。赵子龙，郡主，宝月姐姐。青衣妹妹，这里是军营重地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我刚到之时，听闻子龙前去营救姐姐，我实在不放心，所以想在这儿等候子龙。赵子龙，你有军职在身，我刚才在军营里找了你老半天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宝月姐姐，是青衣，非让子龙陪我去郊外散心的。赵子龙，你无故外出，擅自离守，依然已经违反了军纪，就要受到惩罚。违反了军纪？没那么严重吧？这当然很严重。无论是谁，若需离营，必须向上级报告，获准方可出去，否则就是违反军纪。然后就要受到军法处置。你过来。郡主。违反军纪是不是要军法处置？是。诺。我不是故意要为难你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连一个小小的士兵都知道规矩。子龙擅离职守，甘愿受罚。宝月姐姐，是我突然造访请子龙出去，却没想到会使他犯下这样的大错。你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他这一次。既然青衣妹妹为你求情，今日就作罢了。下一次要是遇上别人，别人可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。谢郡主开恩。青衣妹妹，你也看见了，我可是全心全意为子龙着想，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。他犯了错，也只有我这个郡主身份可以在这里照顾他，保护他。让他在幽州万无一失，就算想横着走也没人敢说话。是啊是啊，姐姐你可真有本事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营去吧，我还要和青衣妹妹叙叙旧呢。诺。青衣妹妹，坐。青衣妹妹，我听说你跟赵子龙有一些误会，然后已经分开了，怎么会？既然是误会，当面说清楚也就没事了。这么快就和好了？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会儿？姐姐。算了算了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来幽州是专门和他解开误会的吗？这次是我爹特意嘱咐我前来的，一来是拜访世伯和姐姐，二来是想什么？关于第二点，请容青衣见了世伯以后当面细说。子龙，大哥，大哥，
子龙。燕城，师妹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我都叫你好几声了，你都不搭理我。我看你呀，是一想到青衣就魂不守舍。子龙，刚才宝月郡主来了，你们见着了吗？是。我回营的时候遇到他，还差一点治我一个擅离职守的罪。什么？宝月郡主治你的罪？我没听错吧？有何不妥？你刚才碰到宝月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跟青衣一块回来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就没错了。什么没错？子龙，你可真傻呀，这宝月郡主不是在吃你的醋吗？燕城，不要胡说。大哥，麻烦大了。我有什么麻烦？哎，不是大哥，你有的时候真的很迟钝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现在两个郡主已经开始抢人了？这青衣郡主啊，仗义可爱。嗯，子龙啊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有福啊？我说大哥，你以前啊可没少吃青衣的苦头，我看这宝月郡主的脾气也不好，哎，恐怕是不能太平了。不用说两位郡主了，就是你和严城这一唱一和的，我都承受不了。对了，有件事我想和你们两个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我有考虑带兄弟们返回长山，改投夏侯杰的麾下。啊？哎呀，棋差一招。文定，你不光是武艺高强，连棋艺也胜我一筹，不愧是英雄出少年。岳父过誉了，其实对弈过程中岳父已知心不在焉，我也是赢得侥幸。不过岳父为何如此心事重重？没什么。如果小旭没猜错的话，和子龙有关吧？而且是不是他手中的百鸟朝凤枪令岳父如此心事重重呢？何以见得？那天耿将军提到百鸟朝凤枪时，小旭注意到岳父的表情有点不太自然。哦，是不是这把枪与岳父有什么渊源呢？此人心思缜密，我也需要帮手，若他心向我，倒是个可用之才。本鼎，既然你问起来，我也不当你是外人，不妨告诉你，其实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杆枪，而是这杆枪原来的主人手里的两部兵书。是什么样的兵书啊？乐毅百战术。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乐毅所著的兵书。正是。他把一生战法兵术汇编成册，得此书者便可习得用兵之道，受益无穷啊。哎，想当初这两本兵书和百鸟朝凤枪的主人岳渊冥顽不化，至死不肯把枪和兵书交出来，以至于这两样宝物消失数十年。这么说来，这百鸟朝凤枪原来在岳渊手中。如今姑且不论赵子龙是如何取得此枪，但或许兵书也在他手中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瞒你说，我刚从青衣处得知，赵子龙在真定有一个师叔名叫李全，而这个李全正是岳渊的徒弟，所以我想兵书一定在他的手里。那岳父的意思是想让我到真定去探寻那两部兵书的下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当然好。岳父过誉了。文定，你记住，
这兵书强夺不易，可以考虑智取。你准备一下，这两天就去吧。是。文定，此次我让青衣去幽州找赵子龙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不会的，我明白岳父的良苦用心。没错，我就是要利用青衣把赵子龙带到我的身边来，以解开我心中疑虑。老爷，高大人，京城有消息了吗？是，京城的内应回报，王允已经主动让皇上禅位给董卓，董卓已经欣然答应了。禅位？这又唱的是哪一出？难不成真的要让董贼得势？在我看来，或许真的就是一场戏。其实董贼不必太过得意，此事发展至此，也就预示着他将走向灭亡。王司徒，自打你献给我这两把护国神器之后，相当于献给了我天下。等我顺利登位以后，我定会大赏你三族，重赏你五福。谢太师，不，谢皇上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禀高太师，车轴断了。不吉利啊！太师不然，此为大吉之兆。嗯，王司徒所言何意啊？汉室天下已传400年，如今禅位于太师，就好比一辆老牛破车，要换成崭新的玉辇。太师想，此时车辆已断，预示着弃旧迎新，大吉之兆啊！所言极是，换车，继续走。诺。王司徒，这是何意啊？太师，皇上早有旨意，只要太师首肯，即日举行禅让大典，到时文武大臣都要到大殿参加，如果携带随从太多的话，唯恐大殿容纳不下呀。今天是老夫的大幸之日，不便开杀戒，否则你们的命岂能活到明天？大队在这儿等着，你们四个给我上来。诺。王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逆贼在此，来人！王云，老夫有保甲护身，你以为我对你的狼子野心一点防备都没有吗？
曹操献刀杀不了我，丁原智简杀不了我，司空张官杀不了我，十八路诸侯也杀不了我。天下人都想我死，可老夫还活得好好的，这就是天命。王允，你想违抗天命吗？哼，你若真知天命，就不该如此般作孽。来人，把这老贼乱刃分尸。娘，王允，我有宝甲神剑护身，你们奈何不了我。片刻，李傕、郭汜他们率兵前来，叫你们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。冯贤武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这帮乱臣贼党全部绞杀。冯贤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你还有资格救我儿子吗？你这个淫贼！冯贤，你也要还我？哼！我有两把护国神剑在手，就连高祖光武也不曾有过。我已受命于天，我才是真龙天子，我才是天下之主。你们岂杀得了我？杀！娘！你天剑、青钢剑两柄护国神剑，护的是汉室，护的岂是你这汉贼？这下被剑气所吞，你今天必死无疑。冯贤，你不是贪图护国神器吗？冯贤，冯贤，好，我成全你。你被两柄护国神器刺死，高祖光武确实比不上你。好，皇上有旨。逆贼董卓图谋篡位，罪不容诛，随行人等一概不究。谢谢皇上。放心，命你率兵突袭李傕、郭汜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而后将国贼满门抄斩，家产全部没收，私藏民女进行释放，另要把小女安全救出。国贼董卓失手，丢弃街头，任百姓处置。诺。
小姐，外面抢的抢，逃的逃，已经乱成一团了。上天终不负，小姐，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你去外面盯着，以防再有变故。好。天要下雨了。把这一切不干净的东西都冲洗干净吧。臭！臭！小姐，我好。啊！有人的宝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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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什么？把这汉贼给我点了！哦、是是。啊，好，走。啊，受不住。走。这次呢，夏侯青衣来幽州是另有目的的。这夏侯杰是常山的郡守，却是个势利眼，之前还小看咱们大哥，如今大哥一战成名，在幽州打响了名号，才想要请你。那他派青衣来
会不会是用美人计啊？哥，哎，说什么呢？就事论事好不好？就事论事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关于离开幽州，改投长山的事儿，你们两个怎么看？这个呀，还是你来说吧。啊，依我之见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说了也是妇人之见。喂，你。依我看吧，幽州呢，我是不想待了，但是要回长山呢，也并非上策。回自己家乡有何不妥？说了吧，你是妇人之见。你看，咱们打了两次仗，打的是谁啊？打的是袁绍。袁绍是谁啊？袁绍是冀州刺史，是长山夏侯杰的顶头上司。哎，你说，你把他上司给打了，然后又去投奔他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现如今，天下群雄并起，局势瞬息万变。如果夏侯杰心系汉室，也未必服庸袁绍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要他忠心汉室，跟随谁也无妨啊。柳岩城，你这人怎么颠三倒四的？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立场？我的立场就是子龙去哪儿，我去哪儿，根本不用商量。满嘴废话。哼。周大哥，大家都在，正好。我刚从集市回来，探到了一个小道消息，不，应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消息。怎么了？董卓死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没错，而且是死在吕布的手里。罪有应得呀。这公孙瓒刚刚接受劝降，准备进京拍董卓的马屁，这下可好了。好。妹妹久等了。世伯他，我爹遇到一些公事，正在和谋士们疗伤，今天恐怕没有办法跟你见面了。哦。你妹妹先说吧。还是姐姐先说吧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你这么急着见我爹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和赵子龙有关系吗？我算了算了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直接切入主题吧。青衣，你还爱着赵子龙？有多爱？爱他胜于爱自己。姐姐这么问，莫非是我爱他？我之前已经在你面前表过心意了，你不会装作不知情吧？话虽如此，但你可知子龙心里是何想法吗？子龙他胸有丘壑，英勇无双，只要机缘得当，他日后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功业。不瞒你说，我此次来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子龙能跟我回长山。什么？你想带赵子龙回长山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如今被你爹随便安排到了后卫营，不过担了个喂马的差事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跟我回长山，让他受我爹重用。既然赵子龙已经投身幽州，那就是我们公孙的人了，岂能让你说带走就带走吧？宝月姐姐，我知道你对子龙的心意，但他留在这里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。
英雄如他早晚都是会离开的，阻止又有何用呢？这我不管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不能带走他。姐姐，我已经力劝我父亲重用赵子龙了，他留在幽州也未必无用武之地。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，否则别怪我翻脸。好吧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妹妹慢走。常山郡夏侯杰跟本将是好友，我经常听他提到此枪。你说夏侯杰？据他说，这个枪在20年前就消失了。我还听说有两本神秘的兵书，连同此枪一块消失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周燕有知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若身怀宝物，难免惹祸上身呢。夏侯杰怎么会跟文丑提起百鸟朝凤枪和这部兵书呢？难道师爷口中的另一个徒弟会是子龙？青衣，子龙，你觉得宝月如何？宝月？嗯。什么如何？你觉不觉得她很可爱？她挺活泼的。我不是问你她的性格，我是问你觉得她那个人怎么样？她人还不错。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？嗯？嗯，啊，没什么。就是随便问问。可是你们两个不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吗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。我只想听听你对宝月姐姐的印象如何。青衣，你怎么一从侯府回来就不停地问我宝月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？子龙，宝月姐姐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她说，只要你需要，她会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们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啊。可是。没有可是，七，你怎么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啊？我们两个人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我早把你当成此生的唯一，别人怎么想我不管，但你绝对不可以误会我。子龙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怀疑你跟宝月结缘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对了，都城出了大事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事？董卓被吕布给杀了。竟然有这等事？嗯。想必是王司徒运用貂蝉设下的连环计奏效了。董卓伏法真是大快人心。只不过苦了可怜的貂蝉姐姐。是啊，董贼遭到了铲除，可惜王司徒
也牺牲了。哦，董卓的余党事后大举反扑，王允一家全都遇害。那皇上呢？曹操等事灭了董卓的余党，迎回皇家，把皇上接到了许昌。那貂蝉姐姐现在怎么样了？王司徒遇害之后，貂蝉就随着吕布到了关东，四处漂泊。我听说她人在徐州。貂蝉姐姐为了汉室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但愿上天垂怜貂蝉姐姐，能够保佑她平安。曾经富甲一方的徐州几经战乱，却已变得如此荒凉。漂泊了这么久，每次看到的不是诸侯征战，就是山贼肆虐，不是饿殍遍野，就是满目疮痍。为什么偌大的九州却再也找不到一块富庶之地安静之所了呢？本以为董卓是动荡之人，只要杀了董卓，就可以使乾坤一清，寰宇大改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杀掉一个董卓，无数个董卓窜出头来，皇上依旧被欺辱，朝廷仍旧被践踏，天下变得更乱。小姐心中的大义非常人能及，但小姐毕竟是个女子，现在的乱象亦非小姐可以扭转的了。小姐，您还是看开些吧。如此郁郁寡欢下去，只怕小姐您会更加憔悴。温侯，温侯，一切都安顿好了。正事由陈宫正在料理，军务由张辽侯成正在安排。我是特意过来瞧瞧，看你对此处寓所是否满意。有个暂时的栖身之地就万福了，哪还有其他的奢望？本以为老贼死了之后，你我可以朝夕厮守，安享归位之乐，没想到还要让你随我受此颠沛流离之苦。既然嫁给了温侯，无论贫富安危，我都无怨无悔。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自从义父惨死之后，我们一直处在颠沛流离之中，没有片刻的安稳。这么久以来，我既没有机会安葬义父，甚至连给义父烧纸焚香的时间都不多。如今总算安定一些了，求温侯再为我寻觅一个安静之处。我当日夜诵经，为义父超度，为温侯祈福。高将军，赶了一天路了，连口水都没喝，赶紧找个地方歇歇吧。也好。耿将军，你去帮两位兄弟喂马吧。啊？好，知道了。高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高大人，请坐。出没在真定附近的独臂男子只有杜寨主了。高大人，上次一战我的兄弟损失惨重，我已无意再犯真定县，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
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赶尽杀绝的。其实此前我也并无剿灭山寨之意，杜寨主能盘踞虎牙山多年，也算有些能耐。我本是想招安的。哎呀，高大人，这些话说的未免太晚了吧？当然不晚，我并非你真正的敌人。二寨主和三寨主死于谁手中？你的手臂又因谁而断？这笔账不难算吧？赵云、赵子龙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你的机会来了，赵云他正在从幽州赶往常山郡治，势单力薄。你想借我的手杀赵云，为什么？赵云我是自然会杀的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既然高大人要赵子龙的人头，那总得付出一点什么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既然高大人要赵子龙的人头，那总得付出一点什么吧？你想要什么？闻听高大人有一对母子玉环，价值不菲。之前当了母环修城墙，那想必子环应该还在高大人手上吧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高大人就等好消息吧。赵子龙，我本敬你为对手，你却一再挑战我的底线。既然你想要自寻死路的话，我也并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。文定，既然你问起来，我也不当你是外人，不妨告诉你，其实我在意的并不仅仅是这杆枪，而是这杆枪原来的主人手里的两部兵书。是什么样的兵书啊？乐毅百战术。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乐毅所著的兵书？正是。乐毅把一生战法兵术汇编成册，听闻得此书者便可习得用兵之道，受益无穷啊。这夏侯杰居然会愚蠢地把兵书的下落向我透露。乐毅百战术乃是兵法奇书，我若得手怎会轻易拱手相让？夏侯杰你可真是糊涂。哎呀，你来了。是老队。好，这是老队。老队。让一声。啊，谁呀？老队。他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他去了郡治会升官呢。谁有计？可以挂面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对啊。来，让开，我好。说你什么呀？说你啊！岂有此理！平时不教给你们吗？要爱民如此，是怎么能如此无礼？而且还对这么漂亮的姑娘。李姑娘，喂，你没事吧？有我在，她当然没事了。我们走。嗯，李姑娘，李姑娘，
李叔，高某拜见。李叔，不请在下进去喝杯茶吗？哎呀，我这里是招待好人，你觉得你够资格进来吗？李叔何必如此戒备啊？在下回城之日曾在街上见到李叔，但来不及打声招呼，所以今日特来问安。嗯，高大人，我只是一介山野村夫，哪儿承受得起你的虚情假意？哎，我听闻子龙带着乡勇们离开真定，准备投身军旅，在下特来关切，但不知有什么我能做的。不用了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这个李全还真是软硬不吃啊，想在他口中探听兵书的下落恐怕很难，更别提会乖乖交出来。爹，在跟谁说话呢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进去。嗯，进去。原来他的女儿才是他的软肋呀。喂，你还不赶紧走？不怕挡着太阳下山？既然李叔这里不欢迎在下，那高某告辞了。主公，赵子龙他要离开，现在正在府外候着，说是要跟主公当面辞行。走。哼，这小子未免也太过猖狂了吧，小有作为便居功自傲，等不到我的重用竟然用离开威胁我。哎呀，子龙，咱们要在这傻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家本来就不待见咱们，咱们何必还来辞行啊？别人怎么做不予评论，但如果我们不告而别，未免太失礼数。你怎么死脑筋呢？你满脑子都是大道理。哼。你看等了半天连个人都不见。是啊。一个月前咱俩来到这儿，等待主公接见，今日咱俩又来到这里，没想到竟然是辞别。你常勉励兄弟说，只要肯付出就会得到结果，可是怎么这话传到公孙瓒的耳朵里怎么就不灵了呢？你替他打了胜仗，又救了他几回，怎么咱们会落得这个结果呀？能遇到明主自然庆幸，如若不然，只能一切随缘，好聚好散。那主公的意思，此事该如何处理？要走便走，不需多言，你去打发了便是。诺。等等，此事切莫让小姐知道，免得节外生枝。诺。我就不相信了，大刀大枪我都不在话下，这小针线我还学不会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。你看看，你怎么这么鲁莽啊？又得重新穿过。小姐，你怎么做起女红了？这两天经过我的深刻检讨，
我知道了我哪点不如青衣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反省的结果就是我不够女人，所以我要向赵子龙证明我不仅可以并肩跟他作战，我回到闺房还可以小家碧玉的为他做很多事情，这就是我爱的证据。哎呀，你快别弄了，他都要走了。谁走了？赵公子啊，看他那样子去意已决，现在府外和老爷辞别呢。不能让他走。哎，子龙，你说这主公不会是后悔了吧？他想挽留咱俩。子龙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做了决定，自然不能久留。况且，哎，管家，主公是不是想接见我们了？主公说了，要走就走，无需多言。好，那麻烦转告主公，子龙就此别过。走吧，走吧。子龙，子龙，站住！爹，你为什么让子龙离开？目中无人，走了也好，省得你整日烦我。爹，女儿求你了，你一定要留住他，他日后一定会帮你立下大功的。他心高气傲，妄想以离开妖星，我连刘备都不在乎，还在乎这个毛头小子？我不管，你不留，我留，我不能让他走。子龙，小姐，子龙。放开我！老爷，身为郡主，成何体统啊？把小姐带回房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小姐出门半步。哼！爹，子龙，子龙，你不要离开我！我们多不容易才能天天在一起，子龙，子龙，你不要走！这宝月倒是挺长情的。走吧。哎，哎呀，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么久了，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不会的，子龙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变卦。哦，大哥也真是的，这走就走了，干嘛非要专程道别啊？难不成还要那公孙老儿给他斟酒践行啊？有为有守，知所进退，这正是子龙待人处事的优点。撤！啊，他们来了啊！回来了。撤！玉大哥，刘大哥，周大哥，他们人呢？周大哥带着大部分人马先行出发了，我们约好了在郡治城门外会合。好，那我们也启程吧。哎，大哥，那公孙太守没有为难你吧？他根本就没把救命恩人放在眼里，而且直接让管家把我们赶走了。什么？你跟宝月姐姐道别了吗？她一定很不舍吧？郡主，她待我们一直很仗义，这次没能跟她当面道别，算我亏欠她的。青衣，你不要多想，等我们回到长山，便和幽州再无瓜葛。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进来。小姐，吃饭了。走了。好。啊，小姐真厉害。走吧。嗯。
咦，来人，可是常山巨制的将士？正是。敢问在哪个将军麾下，在此拦我去路？我等奉主公之命，在此恭候夏侯郡主与赵云将军。好，待我禀报。嗯。郡治的将领在前方奉命恭候。父亲大人想的真是周到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安排一下吧。好。嗯。对了，天气转凉，注意保暖。撤。别再看了。要是赵公子知道你一路都在偷偷看他，心里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你呢。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了。自己都抿嘴笑了一路了，还不让我说啊？你再说，小心我撕了你的嘴。好嘛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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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撤！撤！大哥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？我也觉得，朱大哥带兵走在咱们前头，按理说应该能碰到才对。记住，小心。在这等我，小心点，知道吗？你也小心。
师妹。原来你没受伤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怎么可能把你引出来？他娘的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此前我已放你生路，为何执迷不悟还要犯我？断臂之仇我势必要报，何况有人花了钱要买你的人头。杀！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
哎，不要拽着。怎么了？子龙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子龙，大哥，子龙，你怎么了？子龙，子龙，大哥，子龙，子龙，啊，子龙，子龙，大哥。子龙，有人在吗？什么事儿啊，姑娘？大姐，我们是路过的，经过此地遇上了强盗，我们家公子不幸受伤了，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你看能行个方便吗？你们这么多人啊，不方便。哎，大姐，你就行个方便吧，我们几个呢就住在树林里，我们给钱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后院还有一间房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就住进来吧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多谢大姐。啊，怎么样，好了吗？快好了。你把汤盛出来，我要亲自给子龙。好。姐姐，你的药刚刚熬好，不如凉一凉再给子龙喝吧，我正要给子龙的伤口上药呢。妹妹，郎中已经说过了，子龙昏迷不醒是因为中毒所致，这药是解毒用的，他伤口的血已经止住了，上伤药不急于一时，喝药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啊，现在解毒比较重要，可是你们的汤药才刚刚煲好，那么汤确实没法喝呀，还是等我们家小姐给赵公子上好了药再喝你的药吧，这才是两全其美啊。解毒比较重要，先喝药，汤药应该凉一凉，上药更重要，应该先喝药，应该先上药，先喝药，先上药，先喝药，我说先上药。停，别吵了，知不知道这样吵会影响大哥的休息啊，你们通通出去，这上药喝药都由我来做。这出去啊。Thank you.